呢，正是我们的张少泉以及姚春耀，欢迎，欢迎两位。哦，这么人上他非常的帅气，然后旁边配了高高的美女啊，欢迎我们的杨佑宁以及曾佩妮，文化局局长谢小玉谢局长以及柯宇文。导演陈俊霖，欢迎我们的导演，欢迎两位，非常棒的电影。我们当然要请到我们台北市的市长郝龙斌郝市长，欢迎，以及郭采洁，欢迎慈禧，欢迎我们郝市长以及郭采。那我想今天有这么多这个贵宾莅临哦，那我们也给他们一些掌声好不好？谢谢我们今天在台上的这四位。三位，在今天明天就正式上映了，给大家心情感觉如何？好，先一个一个来跟大家问好，跟这个讲一下感觉。我们导演压轴哦，哈，哦，好，来，你先好了，陈耀，小凯，我是演台北的小凯，姚春耀。那明天就要正式上映，所以其实心情非常紧张。但是我相信演台北可以带给大家开心，然后并且让大家带着微笑走出戏院。所以希望大家再告诉各位亲朋好友，一起来支持演台北。谢谢大家。采洁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苏宁郭采洁。那其实从我们去了柏林影展回来，那真的是一直期待4月2号这一天的来临。那很感谢今天有这么多的朋友，然后不管是贵宾或者是每天我们来到现场给我们支持。那最重要就是希望今天等一下大家看完之后首映可以非常的开心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，导演稍等，您要压轴啊，来柯宇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夜台北的演员阿红柯宇伦。其实我们等今天等了非常久，然后今天呢真的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带着轻松的心情，然后好好欣赏我们这个笨笨又浪漫的电影。谢谢大家。谢谢，来贺宇。大家好，我是一夜台北影展的演员，我是曾美瑜。真的很开心能够跟说大家都台北混得很愉快，也很开心。那也希望大家待会可以很享受一夜台北。谢谢，来杨佑宁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杨佑宁。然后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样，就是很期待这部电影。来，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到这电影拍的地方。谢谢，来少泉。大家好，我是基勇，然后张少泉。虽然我已经看过电影，但我现在还是非常想，很想再看一次。那希望大家会喜欢。谢谢。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处长您好，处长要不要跟大家说说话？我今天看第四次了。我还是要看，因为太好了，所以我希望各位，我希望各位传达一个信息，你不来看，你真的会后悔，尤其是我们住在台北市，啊，太好了，这个我一年机会啊，那个我在德国也看，在台湾也看，大家都去看，里面不管是这个捷运啊、101啊各个景点，连师大夜市，我看那个我经常去，我去看。票房长虹，好不好？谢谢。那一夜台北的这个国际版权也很厉害哟，哈。我们呢，其实，在很多个国家都已经售出我们的这个版权了，包括呢，有德国、法国、中东、美国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是要来进行了。因为我们特别制作了一个一夜台北的城市行销版图。那我想呢，当然呢，这个任务就要来麻烦我们台北市的大家长了。欢迎我们的郝龙斌郝市长。说话喽，真的是满怀期待的来参加一夜台北的首映典礼，特地取消了一个国外的行程，特地在这里参加一夜台北的首映。电影委员会的成立啊，我们给予一夜台北一些行政上的协助，让台北在拍片的过程不止很顺畅，更重要也让这个电影能够得到这么好的一个评价，我们也深感荣幸。那我们要派一位代表来为我们把这个城市行销的版图，郭采洁来为我们代为颁发我们的城市行销版图，来献给我们的郝市长。是的，因为台北要带着这个台北呢绕着地球跑，然后让很多朋友都见识到台北的美跟台北的好，以及台北的温暖、台北的浪漫。